这个东西你认识吧？这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到底是谁啊？这个狩猎的主人就是我女儿。 我放开！为什么要害死我女儿？为什么？父王把刀砍到手疼了，他说他呼吸不上了，他让我救他，就是你害死了他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就是因为你，我炸死你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炸死你！